睇片之前记得订阅如一 YouTube， 有你哋嘅支持，我哋先至可以走得更远。冇啊！我而家咧，即系对奖项系保持一个极度，即系冇如果有就梗系好啦，冇都唔紧要嘅状态。因为我觉得而家我而家做音乐，我真系好想做一啲自己中意嘅嘢啦，即系好希望可以唱到我自己喜欢嘅 style 啊，歌词入面嘅 meaning 啊。所以对我嚟讲，可以唱到嗰首歌个重要多过佢之后攞到啲乜嘢奖项咯。创作奖我觉得未可以攞到住咯，因为我而家都系真系好啱啱开始啊，咁所以但系我已经每一次咧一作完，我即刻俾朋友听啦，跟住我嗰个满足感好大咯，所以原来真系自己创作嗰样嘢系好开心噶，咁我会继续咯。我又覺得冇，我反而覺得真係好充實啊！我而家啲時間過得，因為三月我就會開始入劇組啦，《痞子殿下二》。咁但係所以喺呢一個月咧，我就不停咁樣喺度，希望可以快啲做好曬啲音樂，等我可以啲時間用得好好喎。咁所以而家嗰啲即係而家係過得好充實啊！每一個禮拜都係要錄音或者喺度諗緊啲歌要點樣。啱啱出咗新歌陪你啦，咁跟住又 promote 緊新歌，所以變咗。而家啲時間，我直情完全去唔到旅行啊！即係我身邊朋友個個已經去旅行，但係我係完全走唔到咯。咁男朋友會帶人陪咗去旅行？唔會啊，因為我覺得我嘅事業好重要啦。咁所以而家真係衝緊咯。咁所以希望趁而家可以快啲做曬啲歌啊，咁樣咯。我其實我好多朋友都叫我同佢哋去旅行嘅，但係真係走唔到。新歌啦，陪你啦，即係有啲網友話係咪即係送俾男朋友嘅禮物啊？即係而家好 situation 係佢嘅。咁我陪你呢一首歌係，其實我好少 sweet 歌噶，我好多即係多數都係慘情歌。咁咁啱我兩首 sweet 歌都係 JR 寫嘅。咁呢一首歌嘅歌詞，我同鐘雪都傾過啦。咁其實都有話俾你聽我嘅故事嘅。咁所以我覺得陪你呢一首歌係一首。好 sweet， 好 sweet， 希望另一半會開心啊！即係會一路陪伴住佢嘅一首歌咁樣。佢為佢打氣咁啊，即係話個定心丸嗰種。我覺得係即係點講咧？陪你呢一首歌係真係因為我哋咁，即係我覺得係一首愛情。我同佢入面點樣講咧？我諗下先。是一個 love support 咯，係啦，一個 love support 咯。有一句歌詞係特別想翻男朋友。聽啦，你聽首歌，其實成首歌都係好 sweet 嘅，成首歌就係個 meaning 嚟㗎，係咯。聽咗之後，佢有冇啲咩 feedback 我全部都好中意嘅，我身邊全部朋友都覺得係好 sweet 嘅呢一首歌。但男朋友咧，冇特登有 feedback 就係話唱首 love 歌俾佢聽。其實我次次我一有咩歌咧，我都會係俾佢聽嘅。所以一開始佢一聽咗首歌嘅旋律啊，所有嘢佢都覺得係好中意。但係通常個消息令到你有啲心情有啲影響啦，因為已經即係因為其實我覺得我之前都已經其實我答咗好多次啦，我都其實已經回應咗，咁所以就住呢一件事，可能我都唔會再回應得太多，因為其實我之前都已經答曬，咁所以但係多謝大家嘅關心啦，咁OK 嘅，我覺得 everything will be OK。其实我不嬲都好努力嘅，我从来都好努力嘅，我冇懒过噶，我仲即系喺呢几年入面由入行到而家，其实一路我都系不停咁样希望自己进步嘅咯，咁所以唔会因为其他嘅原因而令到我点样，即系我从来都系有一路为自己咁样去发展咯。有冇通过电话，即系你话打俾男朋友或者男朋友？冇嘢噶，我所有嘢即系我觉得一切照常，即系我都系一路继续工作咁样咯 ，OK 嘅。约会嘅时候，佢都会请你食饭。咩话？约会？我唔打算，我唔，因为始终佢，我即系我答翻我自己嘅嘢咯，系咯。不过真系多谢大家关心。做爱情指导啊？系啊，我呢个新 MV。因為我今次冇做到個女主角啦，咁但係我又好想喺我腦海入面嘅嘢，我好想呈現出嚟，咁所以佢哋拍 MV 嘅時候，我就特登都要到場
去話俾你聽啊，要點樣 sweet 啲啊？我因為我驚佢哋做唔到嗰樣嘢咯，咁所以我就變咗個愛情動作指導咯喺呢一個 MV 入面。好多次睇一啲咧，即係真人 show 你做老師嘅時候咧，你真係咧差唔多集集都喊，你真係好感情豐富啊嚇！比較投入咯，我一個比較投入嘅人。係啊，好啊，即係唱得好又喊，唱差又喊，係啊，點樣都喊嘅。係咪會對你自己一個創作上面或者音樂上有幫助咧？即係好有幫助，因為我開始咗，原來我都可以作到曲嘅喎。咁所以就上年 FF 我就第一次作啦，跟住今年其實我都已經作咗首歌，咁嚟緊都會。看看幾時推出啦，咁所以好開心，我覺得教到人之餘，原來自己都會一路進步噶。嗯，係啊，咁啊，不如你咧就撳下掣，睇下呢個粵語就測試器有啲咩啟示俾 GW。好，吉他，全部都係吉他，全部都係吉他。你覺得係咩意思呢？我覺得好得意嘅，因為其實我係一個好中意唱。一啲 acoustic version 嘅人嚟嘅，即係我好中意就咁一個吉他，好簡單嘅編曲，係我好中意咁樣咯。咁可能啟示就係話我聽可以繼續咁樣做咯。同埋你而家咧作曲啊嘛，你即係作自己嘅歌嘛，吉他都可能代表就係你咧，可能即係以後作多啲自己嘅歌喎。係啊，我手寫我心好喎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OK，OK， 咁我向 JW 又係影張相啦。